梦想是举办全市高中排球联赛，比赛采单循环赛制，也就是说每个参赛队伍都必须和所有其他参赛队伍各比赛一场。假若男生组的赛程总计安排了78场，试问第一小题，参加比赛的男生组队伍总共有几队？好，那我们假设呢，男生组总共有 N 队，那因为每一队都必须跟其他的队伍都有比赛到，所以呢，从比赛的 N 队里面，我任选两队出来比，这样就是我的全部赛程78场。好，所以 Cn 取2等于78，来 Cn 取 2，n 乘上 n 减1除以2会等于78，那这样 n 乘 n 减1就会等于156，那这样 n 会等于多少？我知道12乘12是144，13乘13是169，好，所以它应该是卡在中间的12、13，所以我们验算一下，好，156，好，所以我就知道 n 会等于13，所以我们总共有13个，好，男子组总共有13队。第二小题，已经知道泰语高中男子排球队总共有10个选手，如果教练打算在联赛的第一场比赛任选6位上场，试问共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法？我有10个选手，所以我从10个当中任选6位出来，相当于是我从10位当中选4个先休息。好，所以西十取6就等于西十取4。好，十往下数4个，就19、8、7。好，那除以什么呢？四阶乘4、3、2、1来约分，所以就会等于210种。